选 MVP， 想必应该是不会到我的身上了。我今天如果要射的话，我会射。好难笑哦！好难笑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小松，压力好大。已经平常都练的已经够难了，还要背舞。我刚好就看陈林哲有多好笑。你平常这么无聊的人，我如果要射，我射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他，所以我希望射他的话，他可以陪我到后面一起过平安夜。哇！哇！哇！一号发言，刚刚猎人局翻牌之后，大家在抿牌，看到大家的抿牌，我都笑出来了。猎人局干嘛抿牌啊？笑出来了。所以我等一下如果不小心死的话，我要带八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主持的比我好笑，我不开心。所以我只要跟八号走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天蝎座的，天蝎女最爱记仇。我今天跟一个人有仇。谁？七号啊，七号。有心结，有心结。我的心有一道墙，抢男朋友是不是？你每一次都要先堵我，先杀我，我们都是天蝎女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哇！臭男生，你是天蝎男不干你的事，我们天是天蝎女，你不是男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场上只能容下一个天蝎女，等一下不会怎么样。大家以为我要射十号 ，No， 今天我不射他，我要射六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今天其实其他人我都没有兴趣，因为女生我也不爱。零九就零九的 OK 啦，也 OK， 但先射，先射跟我头发一样啊，毕竟我们之前金发色蛮像，蛮像金发的。很牵强哎，六号再说一样，干嘛不听啊？你要听，我要等下带你走，我要怀孕哈。你怀孕？你为什么要跟我抢同一个人呢？你也想怀孕？我跟你讲，你想怀孕吗？你想怀孕？干嘛怀啊？不许你们胡说！因为你们都知道五号是我爸爸，但是这个六号呢，你没有资格当我妈。转骨汤，而不是说你看不到我，怎么可以？所以
来的六号，你别想怀孕了，不要跟我抢啊！我好不容易才结婚，你跟小赖啊？我们太傻了，姐妹相斥，姐妹相斥，照镜子是。蛮好笑的哦，我本身坐在这里就是一个笑话。表演一下啄木鸟，我做这个打扮。十二玩家说五号玩家很无聊，你听十二玩家的发言有多么无聊，这个才叫做发言。十二玩家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这么多人想要跟我怀孕了，不是？没有，这不是怎么说呢？小三赖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就跟你 PK 国标舞怎么样？我可是维基百科上面有国标舞老师，想跟 PK？ She bangs, she bangs。没有办法跟我比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跳国标，那你唱的不是国标的。想想看啊，我真的真心觉得可以想要把十号带走。如果你们拿得到我的，原因是就非常简单，因为我觉得他是 L 嘛，我们这个四箭星 W O L F 对吧？我觉得是可以把罗俊硕放进来会比较好。我告诉你，不然你们来个九跟十来个 P K 好了。好，你们来个很公平的 Rap Battle。我不会。是卡，他是 C 哦。哦，我就算罗俊硕不啊，他没要进来的话，我觉得另外一个 L 梁以诚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都可以组个团，那今天反正十号没有他的事，我觉得投十啊，跳进赛的十。这个团不 OK。以诚，以诚可以加入我们团。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女团，对，我们叫做 Wonderbus。我们就是比较另外一个团，女生加入的，没关系，他们男生今天解散。加入我们，那就两个团的 PK 啊！好了，然后我就精彩一下，也是八号前任镜嘛。然后我也觉得这爆料了，爆料，但是猎人机都好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剪那个 MV 的时候，他一直告诉我，我不够帅，你不要讲出来，我要讲出来。我们那个 MV 都已经要上架，说哎，那几秒，你可以帮我换一下，我觉得我不够帅。换成我好了，我很好。对，我是讲说那个时候，我想要跟罗俊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把影片寄给我？我直接放你罗俊做的画面。所以今天八跟十，我觉得都出局，金赖鸡腿堡出局，九折万岁，过！哇！我觉得我今天为什么穿得很像一个公司的主管对，然后在跟那个员工开圣诞 party， 硬要加入你们，我现在穿得很正式。嗯，好啦，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对大家是没有任何的敌意的，想说哎，今天是一个欢乐的圣诞趴嘛。Yeah， but 二号想造反啦！送你，在天蝎座的世界里，一山不容二。Oh my god！ 老娘，今天老娘，被强势击杀，对，今天被攻击的话，让我绝对是带二号走。二七，哇，还有人要跟我下战帖吗？你吗？没有，你超，你敢吗？你超，而且，好，我讲一下，如果等一下，除了二号之外。我被射杀的时候，第二个选择是十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在他跳完一轮的那个国标舞之后，不再回来位置上就更浮肿了。我到底是肿到什么地步啊？我今天海上月亮，我也吃了消水肿药了，还是不怎么样？等一下你好好退一下你的那个，好过。如果等一下呢，我死的话，我一定是带三号走。
你要让我怀孕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三号实在是你太不会做人了。这么多男生，你只要六号让你怀孕，请你拿你的子宫出来。你有子宫吗？你有子宫，摆在这边给我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谁的子宫可以摆出来给我们看？其他男生三号，我一定把你杀了，谢谢。三，六，干嘛先？叫，叫我自己，叫自己，我再带他过。别人的鼻子都是圆的，为什么你戴个屁股在上面？好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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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得好顺啊！什么啦？哇，这真是触及发，一定是我和他们设的。是 WOP 吗？我觉得他讨厌我们女郎俱乐部。但是我说好了，今天场上就只有一个天蝎女。Oh my god！ 谁要？去死吧！怎么可以这样子啦？十号，十二。才刚完呢。五号。WOP啦。五号。我看一下。怎么加入？我不知道。看我。你不要打，你越打越爽。打不起来，怎样？我要带十号。我要带。耶！大哥，拜拜。耶！好差，我怎样打？知道了。狼人现身，请真理。狼人请杀人。狼人请立。天亮请真理。哇！因为刚很多人都踩十号哎，五有踩十号，六有踩十号，九有踩十号，所以我觉得踩十号的人应该有狼藏在里面。干嘛笑屁哦？很好笑，很多毛，你的毛都吃到嘴巴里，一直吃到，一直吃麻烦哎。我可能会再听一下五六九哎，我再决定会是从五六九射哦。猎人局，盘个毛！盘个毛！错。带三号，我手鼻子干你屁事。待会就带你。逼死他！哥，我觉得一号发言，八号和九号都忘了，我们猎人局要好笑。你们刚刚都忘记要好笑了，你们等下可能会票选 MVP。我来跟大家拉票一下，为什么我好笑？我的人生就好笑，你们有人当一日店长，把饮料洒在身上。点阅率突破200,000。没有，就我最好笑。所以你们等一下 ，OK， 八号盘命盘的猎人局一样带八号啦，过。因为之前在玩这局的时候，我们另外一个好姐妹小赖又使用了娘娘腔，而我本人不跟她抢，因为我的比较大只，所以我是娘娘炮，所以我是娘娘炮，啦啦啦啦，是不是很大只？等一下呢，我想要这个大只的程度，唯一可以接受我的应该只有八号。为什么？我想到你心脏比较大颗，所以我可以射你比较 OK 啦。这个三号，你说你的炮很大只。
我觉得没有啊。你有没有要过？我是感觉没有。而且呢，刚刚她的十号好闺蜜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她一脸尬样，我觉得你怪怪的。我觉得九号跟我一样都想射三号，所以我觉得你三号很怪。而且你一下想要射六号，一下想要射八号，你这样不行。你不可以因为你自己炮很大只，你就这样子乱射。我就想射。我改变心意了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开枪开他，我看他炮多大只，挂。我应该也是从三跟八里面去射吧？对啊，因为刚刚把十归出去了五六九，我怎么不小心在盘逻辑？你票八，我会跟你，你要射八，我会跟你翻脸哦。就是，不是，我先要保一下他啊。你看他现在忙着吃个毛，你吃到毛，他现在就想拿着谁，你要射八干嘛？这个无辜的吃，不无辜的吃猫猎人的嘛，吃猫猎人，我觉得八九像好人啊。然后刚刚那个七小怪走了，让七小怪在这里啦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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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持小赖，你主持，谢和弦飙我，谢。你可以看，快了，快点唱你吗？唱你啦，小一诺，找你，找一张，要要要。然后后来我回去想说要标签他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谢和弦怎么都没有理我？然后来我就说，谢，希望谢和弦可以看到。然后还有粉丝就截图说他有标啦，他标签他。我会觉得这一轮应该是小三挂这个狼吧，因为大家都要票这个三。我们先看谁死吧，过。五六号。小赖，三号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能射你？奇怪，怎么样？怎么了吗？不是我啦！我是我的孩子啊！我觉得他很硬朗哎。不行啦！不要啦！不行啦！我咬家啦！一定是一号，一定是一号吗？你又知道？不是我。因为你在旁边都不讲。他心虚了，心虚了。我觉得是。我有枪啊。四号，好，那如果你的话，你带五走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投牌了。四号，天亮了请遵命。四号，我吓人呐！真的吗？好吧。好，怎么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是平安夜，我们都平平安安的，很棒。跟林晓对，耶，那很棒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选交换礼物的顺序，大家一起手指出今天觉得最不好笑的那个礼物。笑哇，最不好笑，最不好笑，都很好笑。嗯，三二一。他是比伟进，是你，没有，是方泽。为什么是我？
的毛的举手。擦的毛。哦。主题就是里面的礼物都是跟狼人杀有关的，对，哇，真的呼应狼人杀的哦。然后因为九号刚刚是最后一名，所以他最后一个做选择，所以我们不好恰的了，不好恰哦。那我们从十号开始发言，这样发言过来，你用一句话形容你拿到这个圣诞袜里面的礼物，一句话，然后别人决定要不要抢你的，请看礼物。啊！哇！这什么？我的礼物呢，算是蛮实用，男女都可以用。然后带着它玩游戏会很幸运，幸运是个会让你产生幸运的东西。幸运还是我先幸运，我先旅游是幸运。一号得到这个圣诞礼物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而且我大推荐男生使用。因为它一使用了以后，它会让自己的某个部位变大。很多的礼物，我大推男性朋友，完全不需要这种。八号是不是想要？没有，还好。某个部位放大到不行，很棒。我拿去某个部位。好。我原本觉得我送的礼物已经够烂了，结果这个更烂。自找，自找，自找。这样我们就不会跟你换了呢。说不定，说不定他里面故事他在演，他在演，他骗人，他让别人不会去换。这是史上无敌最烂礼物。他敢这样子，我完全不想要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他把自己做成焦点呢？焦点牌。我的礼物很，我觉得不好，因为我觉得跟狼人杀没有关系。他乱送。谁？哦。不知道是谁，但我觉得不好。你们可以，如果你们想要也是可以跟我换了。我是真的觉得很烂，好真心哦，好真心啊！二三号小珍珠，我好好奇到底是谁给他的礼物。好的，好，到底是谁礼物？好，我看一下我的礼物。我只能说，在场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礼物。哦，你这是已经换掉，抢走，抢走，可能是增高垫之类的。好，留给他们。所以不要跟我换。而且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要保留，不要跟我换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啊，你讲话就讲话，干嘛一直踮着脚玩？你一直这样，你好累啊！你在踮着累吗？不是，你不累吗？我们就觉得不需要站起来，不是，好可怜，他小腿肌好大，偷偷考闭嘴，他帮我，反正增高垫就这样过，增高垫好，我的礼物是女生在用的，所以我是用不到女生，然后它是一个蛮实用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它跟狼人杀应该没什么关系啦，这个应该有机会。等一下看他怎么解释，看这个人怎么表水，好不好？过。我这个我觉得男女都可以用哎，而且在狼人杀里面有了这个礼物，保证你能 MVP。哦。总决赛肯定可以参加，你一定看得清所有的狼人。对，这个真的，我提示你蛮精髓，精髓。You know, OK， 闹了，闹了。七号发言，我觉得这个礼物呢，基本上我看它第一眼是价值不菲，很贵。它拿出来，会坐高你的身份，坐高，你很需要哎，好需要。名牌包，坐高，坐高，坐高。有可能，我觉得一店。我是八号，我这个礼物我觉得它不烂，但也没有到多好。可是，而且它是有两个东西在里面哦。它是一个 set 哦，它是一个 set， 完全没有关联的两个 set 这样子。但是我就觉得，我可要可不要，大家也可以跟我换了。反正就是一个还算是实用的东西。我很诚恳的告诉你们，我的礼物很实用。过，感觉就很烂。我这个呢？又长又硬又好吃，我一样，我不喜欢又
长又硬的东西。可能上午一看到它，我就知道是谁送的啊。对啊，我一看到我就知道是谁。又长又硬，又长又硬，什么？大家发言都结束了，我们要进行的是抢礼物吗？抢礼物时间，首先一号你要抢谁的吗？在座的人，一号是你本人。一号，我刚听完大家的卦象，我觉得二三八偏烂，然后我想要跟六号换。六号很烂，我大概可以读出那个是什么东西。你想要当 MVP， 你可以读出。好，请问我跟六号，我想要六号的礼物。他为什么？好，要被抢走，要现场猜输了。所以我是六号跟他换对吧？对，你要跟他换。我不要你的，你的是什么？我想拆了。十号说男女可以用，直接开了。十号直接拆，直接开。直接开了，好的，这样呢？那什么眼药水？眼药水，哇，很实用的，哎，这不是今天最好的礼物？是老师，对，零九送的，一定是他。哎，我觉得这很好，你是不是直接知道了？对啊，零九送的七龙七龙珠了，是赞助吧？马上点，两加点，两加点，点一下嘛，点点多一点，点多一点，你眼睛还好。点多一点，点多一点，你眼睛不太好笑。零九是不是农药？是不是农？是万金油？你们先聊好了，我先休息。农药，是光水吗？农药，金玉被换掉。农药，接下来换一号发言，一号想要抢八号的。啊？因为八号说很实用，又有两个。我本身比较贪小便宜，又喜欢实用的东西。没问题，这我是觉得蛮实用的。真的？好了吧。你怎么不看我的眼睛？真的蛮实用的。我猜了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啊？啊？哦，笔，哇，好好好哦。很好哎，笔记本，蓝蓝色的笔记本哎，这是什么？枪啊，因为想说有娘娘腔跟娘娘票，随时都可以使用，然后就送你这个。这上面是谁啊？这是我本人。又贴照片。是不是？拿去卖。这个真的很高级，是这个可以这样交换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这个书套拿，然后可以放别的照片。然后如果真的再没办法的话，就是可以换我的照片这样。那这张可以换成小赖的吗？也哎，这是小赖。都可以记笔记本，然后就可以记录自己每上一集讲什么，这样。很棒耶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好，我想要跟五号换礼物，因为五号刚刚说他的礼物非常适合女生，而且他的礼物很大包。对耶。那我跟你换。哎，你要休息一下。你要换礼物。好。这个泡泡可以吃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可以吃的。那我在旁边吃。真的要吃吗？卫生衣，当兵的卫生衣。为什么会有这个？是谁送的啊？而且还是L号的，哎，L号的女生。抱歉，我的发言偏狼。你可以穿这个，然后你可以穿内衣。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平民的穿的。
谢谢啦，不客气。来，我们三号发言。我不想换。可以，真的可以哦。因为我刚刚是骗人的。好，那你直接拆开。我的很高级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香水有啊，卸妆油。对，卸妆的卸妆油，一定是以晨吧？会不会是他？哦，以晨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感觉以晨女生就是细心。我说那是日本的卸妆油哎。是啊。没错。卸妆油。今天是今天最昂贵的。装在那里面。还是我们把这个变一整组的。很棒哎，就可以试。谁说谎了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大家晚上下都累人？你要穿什么衣服？然后要好人，要演狼人，就是用这个卸妆油洗心革面。马英九的，票气这个打爆，这个我在前几天你的 po 文有看到啊，也没有。你看过期吗？过期，好坏心啊！怎么这么坏心啊？真是最毒妇人心的。我刚刚说了，这个礼物没有人比我更适合，所以我要保留。拆礼物哇！他讲真的，说好叫这是什么？放大镜，真的人说放大镜。我跟你讲，这什么有好用的？以后我当预言家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。你有近视吗？我就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谁都不想踩我。所以这个放大镜我要自己留着。好，你可以留，你可以留。谁送的？哎，真的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很多人喜欢名牌看微表情，我这时候就是要把它拿起来这样看。好，好无聊，他被工作人员骂。气到把它丢在那边，一定是烂到炸。对，好奇你要换吗？我要换啊，我换跟九号换好了。九号换给九号，没错。他刚才说，你要那个硬的，九号就要拿最烂的啊。他就对，他对，最后你就要拿最烂的，合理合理。合理合理。看一下，他说什么？又硬又好吃是吗？对，吃又硬又好吃。他应该是乱讲，我觉得他是乱讲，应该跟那个形状没关系吧？是什么？他应该是乱讲，我觉得他是乱讲，应该跟那个形状没关系吧？是什么？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？他想。蛮喜欢吃四季豆，你喜欢？那太好了，而且它是一个organic的，哇，又一个嘛，至少是健康。我还是买新的未拆封的，我原本昨天还想说，要不要直接叫那个盐酥鸡的四季豆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是小四豆啊，四季豆啊，所以呢，我送大家四季豆，吃，你不要我的人生很容易肚子饿，会吃零食，所以给我的好多了。他脸很尴尬，谢谢。七号换，因为七号的每次说可以做高身份，我觉得我在这个游戏常常被康推出局，所以我很好奇。我觉得小赖那个礼物一定是不好的。他刚刚说什么男女都可以食用，很好哎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七号换，我跟七号换。我觉得七号的应该不错。而且 ，Yes Yes， 哇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哇哇哇，茶叶茶叶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茶叶好茶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是他的，拿出来，上哪页吗？查个毛，那是他
两个都讲了，茶个毛，那是咖啡啊，茶个毛，跟男人在同等，咖啡超重要，咖啡为什么不重要？我们现在越晚，大家越来越累，然后工作越来越多，然后你知道每次来，大家都好像是想睡想可以，没错，是不是？节目前就要喝一杯咖啡，合理，合理，喝茶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可是今天是咖啡，干嘛心虚？自己想要心虚，心虚了，合理呀。好啦，可以吧？还不错，不错哎，谢谢。好过七号发言，我不换，直接拿这个。这个我是跟风蛇换过的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是。哎，不是你送的，是谁送？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白痴。我不知道，形容是小赖形容。我说男女都可以穿，有男女可以用啊。那你穿给我看，这谁送的？谁送的？谁送的？你送的对不对？低素质啊！你送的。我没穿过，我为什么会送这个？因为上次猎人局我不是以围巾拿 MVP 吗？他告诉我他穿豹纹内裤就可以拿 MVP， 所以我这个其实是希望围巾可以拿到，给你耶，对，就送我一个这个豹纹内裤 ，OK 的 ，OK 的，给我妈穿好了，好，我们八号发言，好，我应该也不换了，因为刚九号那个就是丢在地上的，众所瞩目，我看九号的，我直接这个凯乐姐变大变小这个。是我的，哎，是我的啊？天天，那什么？耳朵？它是耳朵吗？拆开，什么意思啊？耳朵变大，你晚上可以。你可以变小，原来是他送的，是我送的，不准嫌弃。直接戴，直接戴。我以为你送是增高垫，是不是变大了？哇，众所瞩目，众所瞩目，他干嘛？我跟你讲，这是刚刚豆豆他很生气丢掉了。对，我们来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四季豆还烂？搞不好很好，搞不好很好，真的。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这很好啊，杀蟑螂的蟑螂药，这很好。哦，这个很好，需要哎。你家有蟑螂吗？没有啊。那谁送的？那我送的，我记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好，因为它是颗粒的，如果你家养猫狗那些都不能喷杀虫剂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很好，可以。对。可是猫狗会吃下去吗？应该不。可是这个，可我家还没有蟑螂。你来我家包几只回去，然后就可以用。哦，我就可以用了。请问跟人类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就是因为有时候女巫常常会读错嘛，啊，读错没关系，是蟑螂药。你现实生活想把小赖读掉，你就给你送一只蟑螂药。对，有点牵强哈，谢谢。我觉得比讲比梁宇成好了。好，现在大家都交换完毕了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开心，好开心哦，开心。出门要被干鱿鱼打脸，像纸礼物是不是？纸礼物四个选一个，好难哦，都很烂哎。跟狼人杀最没关的，我们四个也可以纸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三二一，哎，我要纸，内裤，我纸内裤，四季豆的举手，一二。内裤的举手。没关系，可以。小三赖要打很大力呢，要打很大力，他舍不得。
违禁了，不要，你打你打啦，还是派没有入选的人。好，你打你打你打，好，哎，要打你，不然要被打啊。来，等一下，他们是左边，没关系，真的，不要送我们玩，真的是玩真的，真的，好来，不要伤害到他就好。先斩了，你们不要这么夸张，多大力？还好还好，真的真的 OK 了 OK 了，可是他犹豫真的好重哦，好重。好啦，我们互不相欠的啦，你们自己四个人组团。对啦，那最后我们要祝观众朋友一起说圣诞节。熊一定要跳出来，因为有叫，所以左右两边一定有狼。我想说，每次藏都被你们狼找，我先猎人牌往下，直接牌明着打，好不好？这一局呢，非常的好牌，因为我是熊，我真的是熊。然后，那七号真的就是狼了，因为你跳猎人了嘛。我真的是熊，七号不知道是什么身份，七号是真熊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才是熊。就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，我真的是真熊。谢谢收看娱乐百分百，别忘记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到 Facebook 跟 IG 关注我们的最新消息。娱乐百分百，下次见。